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超能四瑜伽》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话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最强天灵阵容精灵，还有这个游戏新手开局可以用的礼包需要分享哦。好，那么首先的话，先来推荐一下这个超强的精灵角色。好，那首先的话，我们推荐第一次的话是我们的这一个鬼龙哦。那首先的话，先介绍它的这个被动技能。那每获得一层鬼影的话，就可以减免5%所受到的最终伤害，还可以恢复自身的80点怒气值，并且的话可以保护我方后排哦，降低敌方精灵的这个攻击。切换形态时还可以恢复自身的这个生命值，是一个相当强力的神坦啊。那小技能呢，还可以提升烈的伤害减免哦。那起源状态时还可以造成额外的这个自身伤害与降低怒气的效果。所以说，总结是一个强力坦克，具有高伤害减免、保护后排精灵，而且还可以恢复自身生命怒气、降低敌方攻击怒气的功用，相当全面的一支坦克精灵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推荐的第二支呢，是我们的 X 路。那么 X 路呢，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大绝招，它可以分摊伤害到所有的队友身上，增强整体阵容坦度，还可以有效保护我方的这个脆皮输出。本身的小技能呢，隐身之外可以有这个晕眩以及双防提升的这个效果。被动技能还可以增强友方的生命值，具有巨量的恢复效果。生命低于50%时，还可以有这个提升主 C 的暴抗、免控、怒气恢复等属性。附身结束时，还可以直接回满血哦，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保主 C 神符啊。接下来另外一只辅助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史拉比哦，它本身的话也是属于这个超能系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必杀技哦，它必杀技的话具有强大的提速效果以及降低敌方速度的能力哦，能够保证我方这个优先出手啊，增加我方的这个增益回合与降低负面效果回合，还可以消除满怒的效果。那被动技能相当于可以让自身与主 C 免死，还能够回满血，躲避技能伤害以及这个驱散负面效果，还有降低我方增加敌方技能冷却的效果。是一个超万用的辅助角色哦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月神龙露奈雅拉。那露奈雅拉呢，可以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被动技能，有这个月相的变换啊。它不仅可以提升我方这个鬼系角色的生存能力以及输出能力，还可以减少敌方的怒气值哦。而且越打还会越强，还能够连续复活啊。那获得月轮印记时，还能够恢复超鬼两系大量的这个生命值哦。而且鬼系队友的话，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这个增伤效果，基本上是鬼队的必备神角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小黑哦，马夏多啊。那普攻呢，本身就有这个吸血以及提升速度的效果。那小技能的话，还可以进入这个招架姿态，并且可以抵挡一次这个非支配性控制哦，而且还可以标记记仇，可以让对方受到伤害时有额外120%成伤的真实伤害啊。接下来必杀技的话，可以进入这个气模式，可以追击并偷取对方双攻。被动技能可以提升我方鬼系造成的伤害，并且降低敌方这个活动效果。气模式受到致命伤害时，还能够尝试反击，而且有这个存活复活的可能，是一个爆炸输出的这精灵啊。那其他的话，可以再搭配一些这个闪光耿鬼之类的鬼系精灵哦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组成一个还蛮不错的这个鬼队阵容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新可以用的礼帽序号。好，那兑换的话，我们先点左下角这个齿轮，接下来的话可以输入这个兑换码。好，那么首先的话，先输一个第一个，好，那可以输入这个 APRIL，然后三个五，APRIL 三个五。按确认的话，就可以领到我们的这个金币钻石，以及万能碎片，还有这个10张的钻石抽卡券哦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话是这个 A，然后 SH 三个九，ASH 三个九。那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领到我们的这个小制版皮卡丘啊，然后外加40万的金币，还有这个钻石哦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BIRTHDAY，那这边的话兑换也是可以拿到非常多的这个钻石，以及我们的这个10张的限定招募券哦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 GA，然后 NENEE，GANENENE，那一样是可以成功兑换哦，也是可以拿到非常多的好礼啊。然后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这个 HAPPY，然后1031，HAPPY 1031。
这样的话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钻石，还有这个金币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可以输入这个 ORA，ORA 就是三个英文数字哦，是可以拿到这个金币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游戏内的材料。好，那现在可以输入这个 POKENON 2022，POKENON 2022，这应该也是可以用，还蛮久嘛。你看也是有十张的这个钻石抽卡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POKENON 31，POKENON 31，好，这边的话也是有大量的钻石抽卡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VIP 三个六，VIP 三个六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改成 VIP 三个七，VIP 三个七，然后接下来是 VIP 三个八，VIP 三个八，都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金币哦。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 VIP 三个九，VIP 三个九，好，那么就可以来这个背包看一下我们拿到了哪些东西哦。有这个十张的这个限定券，可以进行这个限定抽卡，然后这个30张的这个钻石抽卡券啊，然后外加上现在呢新手也是有相当多的福利哦，你只要完成这个每天的任务，你可以拿到非常多的这个钻石啊，然后最后全部达成的话，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梦幻锦鲤了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右方的话是有这个新手福利，这边的话登录也是可以领到非常多的这个钻石。还有这个钻石抽卡券，第七天的话也可以直接领到我们的这个梦幻了，而且第三天的话就可以直接送我们这个超强耿鬼啊。然后右方的话比较多偏向是需要储值的，我们就点开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而已啊。还有月卡以及一些等级礼包，可以领到我们这个貔貅。好，那最后的话我们来实际抽卡一下，看看这个游戏的抽奖几率哦。这边的话可以招募这个自选抽卡。哎，那我的话就直接实抽看看，看看能不能够抽到一些好用的这个精灵呢？哎，抽到这个是什么？大针蜂，还有一些小泉石、地鼠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跳过哦，抽到一个这个火焰鸟，听说好像蛮容易抽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有这个钻石抽卡，我们就直接跳过，看一下抽到了哪只。凯西，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加速抽一下，这个话抽到这个腾腾蛇哦，刚好我们的名字也是腾腾啊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第三次抽卡地狗，这个卡地狗好像挺不错的，新手的话可以稍微用一用。然后最后实抽的话是抽到这个木手工哦，好吧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超能四御家的最强手抽 T0 角色阵容分享。以及这个游戏的开服可以用的礼包序号兑换领取教学，就差不多开到这边喽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